好，我现在使用一个第32号车做我的主控车，它接了荧幕啊，主要我也是要做这个静伟要做的 project，就是在地面上有5辆车，这5辆车都是有那个手臂可以打球的啊，这5辆车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呢。重新建立了一个资料夹，在32号车里面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叫 G1，在 G1 里面有个 G1 点 PY，它的程式内容在这个地方。OK，主要就是在执行后面这个动作，Turn 3就是挥动我们的棒子，所以这边有 Turn 就是轮子的转动，Turn 3就是挥动我们的棒子，所以会做一个简短的小动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32号这辆车并没有去做任何动作，它只是一个主控车，所以有5辆车会陆续的来工作。好，现在我执行 Control，好，它开始就会开始，这5辆车的 Camera 会先执行哈，每一辆车都做了一个小小的挥棒的动作。好，这个是目前。我这5辆车已经造好了哈，我所使用的这个 WiFi 呢，是我办公室的这个 WiFi 是比较小的这个，比较大的新买的这个，现在还是弄不出来，没办法，能够工作，所以我现在是用我办公室旧的小的这个来连线。